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这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联播》听医生讲看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是每礼拜日11点到12点播出，欢迎大家收听。欢迎收听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哈。空中的朋友哈，咱这礼拜真欢喜，搁再邀请黄鹏国医师哈，来上咱的节目啦哈。顶礼拜又跟咱讲真济肝胆肠胃科啊，这个专科哈，是得看什么款的患者安怎来照顾咱家己的肝胆肠胃系统的这个健康啦吼。我这礼拜就是较趣味上讲，要过来个访问讲吼，作为一个医生吼，伊安怎咧照顾伊家己的健康啦吼。黄医师，你好哈。我讲的讲，你做一个胃肠科啊、肝胆科的这个医生啦吼，你家己通常你安怎照顾你的健康？你敢有啥物特别的运动，还是讲有啥物其他的嗜好？对咱这养生之道，你有啥物好的建议？这当然吼，做医生真无闲吼，定坐规日。我逐种球类拢有咧运动，有咧拍球，吼，田尼斯啦、高尔夫。但是最后吼，到接近60岁，有一种特别的运动特别兴趣，因为吼拍球啦，啥物拢爱招人。就去到球场，系啊，招人啦，有诶拍日啦，讲高尔夫吼，规日诶，规日透中昼去讲啦吼，太太拢放伫边啊，所以后来吼，有两方面就是有一个太极拳，我甚至是哦太极拳哦，我伫高雄市有太极拳协会，甚至做个副理事长，有诶协会人要叫我做理事长，因为我以前无闲吼，拢让人做。理事长后来吼，因为接近60岁的时阵，有一个机会，就是讲吼，有一个林医师泌尿科吼，伫俱乐部含人个学瑜伽，你知影咱台湾人认为瑜伽嘿，弄来弄去拢是女生的运动，所以迄个林医师吼，去参加人迄个瑜伽班。规班拢查某，一定一个查甫诶。学一段时间以后吼，就招我去要做伊个肉卡就对了吼，要管我吼，招你做伴，做嘿做伴做肉卡去啊做伴。结果吼，无意中学几遍啊以后吼，我看迄阮个老师个年轻貌美瑜伽女老师吼大家身材遐好，练几遍啊以后，哇，人有兴趣。你种迷上了瑜伽，迷上，而且吼，这种运动吼，拢家己伫厝，会当做。什么时间出一个瑜伽垫就做，唔免拍球招一堆人。所以，一项一项来，咱先讲太极拳。你太极拳学外久？学外久哦，嘛是足济当呢。你拍个？有法度，人要请你做理事长，还是做副理事长，表示讲你的太极拳的功力嘛，足悬啊嘛。伊的太极拳敢有啥物分段？像讲人迄柔道有啥物几段几段的，还是迄落红带啦、黑带啦，迄安尼表示你的功夫的关格。太极拳敢有安尼？无分段啦，但是吼，拢作者比赛啦。我是无纯人去安尼比赛啦，是算作搞是拍摄无遐，但是我那就是。贵个吼，含阮太太做诶，即个你拍个会晓教人啊嘛？教人是因为我对老师吼是拢全台湾著名诶吼，是拢安尼学啦，这算一种运动。你感觉拍太极拳吼，上好诶好处伫对身体即个益处。太极拳吼，算是真侪人伫学呢，真侪人伫拍呢，嘿。西洋人现在也有在学啊，西洋人很爱学呢，像我们这个老师吼，我们算大师，那都有法国人外国人来学呢，
常常迄阵，因为阮这两个足有名的老师吼，高雄太极拳上有名，拢有外国的来学，甚至阮这大师吼，迄阵国家嘛，拢派去欧洲、法国咧教啦。因为这种运动吼，一对咱人体吼，上大的好处是伫对一部分的，就讲是肌肉、骨骼。啊，是呼吸，啊是这个协调的动作，啊是，因为太极拳吼，可能是一种静，伊是慢慢的拍嘛，对不吼？伊不是迄落激烈运动咧。唔过迄一个拳拍落来嘛，规身骨汗噶，唔是？对啊，迄老用心吼，动作到位了，老汗啦。主要人就是讲这吼，动作协调。啊，所以唔是足紧的协调，然后到位，啊，就是讲吼。因为咱年纪济，上大的问题就是拢定跌倒，啊，所以咱就是太极拳，就是一般吼伊脚比较稳定，然后协调动作，以后就比较不会跌倒。其实以医学上简单有足大的好处，就是安尼。啊，伊我感觉我看人咧拍太极拳吼，迄、那个动作是慢慢啊，慢慢啊，对无吼？对啊。啊，但是迄敢有配合呼吸，对，像讲人讲运气啊。敢有，因为足侪人拢认为这太极拳就是跟咱秘书提落东方的这个拳术嘛吼。你看西洋的拳术，迄落拳击吼，西洋迄拳击是快动作的嘛，拍足紧的呢吼。啊，咱东方这太极拳是拍慢的，以慢制快的对啊啦。这我唔知，因为恁拍这太极拳了，恁应该有抓到迄个诀窍，还是心得？一般是有那爱配合呼吸啊，但是嘿，这太极拳看外表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就如果很深入，就是讲吼，拢爱配合呼吸，所以配合，伊拍起运动量嘛真大呢，那如果讲到位认真的话，真正老官啊，这吼唐多。讲来讲以柔克刚，这东方人都是以柔克刚，借力使力，借力使力很重要。因为太极拳，咱咧拍恁一般看就是大家慢慢比，它延伸出来还有推手很多方面的太极拳，那含什么棍子啊？伊迄位拍了个棍棒吼，还连续的，这样操练吼。啊，借力使力吼，这一般的人可能唔知道，有当看人电视的表演。因为我讲迄大师真正非常大的大师吼，他站起来，你要甲推不容易推倒，上一面这个没有亲身体验，你唔知啊。看东方人吼，身材细细啊，啊，阮这老师去外国。吼、哦！咧表演就是吼、哦，东方人遮大长，看咱这台湾派去的细阿姐，要甲试看卖，煞伊袂叮当，煞袂叮当。啊，你若要大那个试吼，咱这老师刷闪着咱喷人出去，这推手真的不得了，这得亲身体验。太极拳吼，就是那个下盘很稳啦，对啊，下盘稳啊，然后身躯嫩啦，吼，柔软吼，啊，借力使力吼，借力使力，所以你是拍太极拳，超拍偌久啊？哦，啊，足济当啊，都对阮老师吼啊，讲啊，很多年一下子。啊，开始是去对学诶，去对学，因为阮迄个大师吼，讲迄名王景世吼，也以前几年往生啦。他本来是伫前进国小做老师，啊，那得教啊，因为我。以前的囡仔捌互教过，知影啊，所以请伊出来俱乐部教，有缘。OK， 你讲俱乐部是啥？汉来的俱乐部。汉来俱乐部。哦，啊，恁遐有一群人咧学就对啦。就对，啊，我甲请来。哦，这是真好的一种柔软运动，吼。啊，你好，好，你即马佫讲，到尾佫去学瑜伽。啊，瑜伽呢？你学到即马安尼偌久啊？我差不多接近58岁去学啦。好好。啊，都。我十几档啊啦，嘿啊，凑巧啊，就是迄个李律师要调来做看，拢小姐查某咧学啊。伊是看到老师足水的身材遐好，伊总去学，结果佫甲你招去。嘿啊，都嘿啊，都规个学生拢是查某的，定一个查甫调我一个查甫去做看啦。恁两个去。万红丛中两点绿，啊！唔知道学姐，我煞青出于蓝，本来吼，伊底下做空。迄个空中的朋友，我甲您讲，阮即个黄鹏国医师吼，伊有一边铺伊迄个太极拳伫沙滩顶馆，
欸，我都劈腿呢，哦，我无想到讲，欸，这是另外顾客我都来加嘞。我阵连吼，大概两当左右吼，都迄阵民视电视台都搞拍影片呢。哦，真的哦，欸，啊，而且。那时候上电视的，有啊，还是自动电视台，因为电视台记者去医师公会吼，问讲恁医生除了做医生以外，有诶，阁有啥物特别的运动嗜好无 ？OK， 按着想着讲，哦，啊，查甫医生做这种瑜伽较牛诶，啊，很少做推荐，啊，就来搞翕作者相，哦，然后电视新闻连续播两天，两三个小时播一次，哦，然后一个反价，甚至伫台北汤金泉啊，靠太君汤金泉，当时在台北好像当消基会董事长，哦，伊也看到，看到，看到来讲，啊，迄个电视是你唔是？是啊，给他们打电话，那时候就我说你伫电视电管表演你的瑜伽的地方啦，啊，各种动作大家拢惊到。哇，有啊，我知道你瑜伽练了足好，啊，迄是你讲两年就发到有迄种的诶功夫啊。啊，因为吼，真正做代志在恒心用心呐，啊。我吼咧学真正因为。爱上课，当然这种瑜伽是爱上课。嗯哼，你硬拗绝对拗噶吼，拢受伤啦，吼，肌肉拉伤嘞。啊，因为伫俱乐部二个拢较基本，后来到一个程度，搁去外靠拜师那个高难度。哦，啊，除了因为拢早时上课，空腹啊，六点半就开始二差不多点外钟。哦，啊，无上课以外，逐日下早搁家己拢练习七点钟。哦，啊，拢十年如一日啦，学这种物件吼。自己做就对了啦，哎，欸，你安尼实在无简单啊，所以这都伫厝里头当做就对了啦，对啊，哎，哦，这印度呐练瑜伽有的练个是功夫足好的呢，对啦，啊，哎，我捌看过迄讲啥物，伊身躯会当安尼揪起来对不吼，啊，总装伫一个箱啊内底，对啊，吼，啊手脚拢安尼，吼，有的一容易变价，佫无问题嘞。伊个调节呼吸吼，敢那袂输迄落菇，啊是迄落动物的冬眠啦。嗯，伊把迄个呼吸控制到最慢吼，嗯，心跳也减低到最慢。嗯，啊，身体消耗最少的能量。嗯，好，哦，我差不多动足久的咧。对啊，这瑜伽是足奇妙的一种运动啦，嘿。而且你讲诶，迄练了身材拢就好咧，身材足好对啊，所以女生足爱练的啦，啊，有影啦，哎呀，而且伊迄柔软度确实惊人咧，嗯，诶，有诶脚顶去夹到迄落颔骨啦顶关来吼，对啊，什么哦，诶，啊，你这你拢有法度呢吼，对啊，都逐日练啦，人拢因为患者有诶拢知影，都问我讲，啊，这都是恒心尔尔，逐日咧，哦，我讲铁杵磨成绣花针，你逐日。甲猛甲拗，你嘛是拢个天嘛拗过，真正拗到尾啊，骨头拢软起。迄咪讲天生的安怎偌软，其实拢用心啦。哦，啊，所以你要做爱拉筋嘛吼，欸，拉筋，哇，逐日啊，这实在是足无简单嘞。咱这个国中的朋友哦，若要请教黄本国医师，这个太极拳还是瑜伽？欸，我看你伫你的诊所嘛，开一下班啦。啊，真正足济，因为吼，我有做瑜伽吼，啊，阮女儿在翕相都有甲翕啦，做系助理啦，啊，我放伫遐，啊，足济患者来讲，啊，医生，啊，你有咧教瑜伽班无？我要来遮学，因为外口吼，毋知啥物货比较杂，我要来我遮。医生教的绝对是健康安全的，而且吼，瑜伽人讲吼，咱一般。人喜欢去按摩嘛，身体按摩，得到身 啊，但是瑜伽哈，它就是一种体内的按摩，你这样柔和，这样转，这样自己按摩就对了哦。但电摩你用去按摩，你体内按摩内关做动作啊，达到自体按摩的效果的，就是自己自体器官里面就得到按摩了。哦，所以叫体内按摩啦哈，这真有意思哦。嗯，咱广东的朋友哈。你若讲较无时间，通出去拍球啦、爬山啦吼，啊，要在厝内家己做运动，诶，这太极拳含瑜伽是一个真好的选择吼。黄本国医师诶，诊所伫中华路嘛，啊，那要去甲请教，我看，黄医师啊，我看你将来诊所爱附设一个
太极拳和瑜伽的这个班啦、啊。看是要早时，还是要下晡时啊？咧一点钟啊，拢负责伫遐讲教。我看这袂歹咧，这是医生，不是干那讲看病，佮教人安怎健康养生吼。这真有意思呢，吼。好，无咱来听一段音乐，啊，佮来继续吼。小轩轩，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快乐容易。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对人客气，笑容很足。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nice。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腕，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欢迎各位倒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哈，今日和咱采访的黄鹏国医师哈，伊是咱高雄市真出名的一个胃肠肝胆科的医生哈，但是伊唔是干那会晓看病人尔呢，哦，太极拳含这个瑜伽是练到有够精彩的哈，可以当伫电视电管表演的哈，哦，迄上。一看落吼，你想讲奇怪，哪有法度凹到安尼规个身躯吼，安尼敢那吼软哥哥啊，这实在是功夫够好的地方了吼。黄鹏国医师啊，你除了运动，你介绍嘛对这个旅游真有趣味，无唔对，旅游趣味可能天生吼，我会记我中学吼，咧考。考试考地理，迄阵阮拢地理，我拢定第一名，地理一科拢第一名，所以也是细汉对这种都是地理啊，所以旅游都有兴趣。结婚以后吼，阮太太啊对旅游都有兴趣的啦。所以恁定定出去旅游，国内国外拢去，国内国外拢去啊。你安尼全世界，你超去过偌济国家？当然足济国啦，但是吼，医生有诶开业要定离开吼，离开久有当是较无方便。不过我也是尽量有哪拢会出去，一年有哪会出去过那边啦，吼。所以澳洲也去啦，对啊，去拢有。你安尼世界行透透，你有印象，互你较深诶，当含咱诶听众朋友分享诶，像讲去过。
啊，对几个所在，互你印象足深，感觉哦，这人生若无来行一撮，足无彩。有即款的所在无？一般吼，咱遮有哪大概对去澳洲印象特别深啦，吼，因为澳洲吼不但有新的文化，啊，佮有古迹啦。啊，像讲澳洲，你对几个国家，你感觉特别好。啊，咱遮澳洲一定爱去的国家，当然是存在意大利才有古迹，伊个。罗马帝国啊，迄拢伫意大利吼，也古迹，咱也拢知影吼。意大利的建筑是嘿，世界遗产古迹啊，这样吼。啊，西班牙这样吼，吼。哦，西班牙你有去啊？有啊，嘿。有去看斗牛场。有啦，嘿。啊，但是迄个季节拄啊无咧斗牛。哦，季节无咧斗牛。嘿，嘿，嘿。哦。啊，葡萄牙干嘛去？葡萄牙吼，迄阵我去西班牙吼，啊，就是做医生，想讲去。十日都紧走回来，其实是应该是去葡萄牙，所以无挖去。但是最近几冬太太就招讲要去葡萄牙，啊，阮女儿讲爱建议去葡萄牙。所以你也冇咧拍算计划中就对了。对啦，嘿。啊，北欧咧，北欧敢冇去？北欧都较无去。也冇去过北欧。我听讲去挪威啦，迄个冰岛、瑞典，迄嘛足济，咱只看袂到的景吼。冇唔对，嘿。啊你！你像讲德国、法国这嘞，你有去过？法国迄拢有去啊！法国我去个十几日两礼拜，深入旅游。哦，我喺城堡，因为法国作者喺城堡吼，吼迄种作特色诶，拢去看。有参观什么葡萄酒庄？有啦，法国拢一定有去诶，一定会去葡萄酒庄。啊，什么鹅肝酱？看鹅肝酱吼，鹅肝酱法国有名了。啊，但是看制作诶工厂吼，莫怪人诶。动物保护协会反对，迄真正吼，那一个工厂，看你总唔敢食，一直灌迄鹅啊呢，鹅啊，啊个灌下，然后伫个灌那灌烧啊，一只来，一直甲灌入去安尼灌咧，就系。哦，啊你练瑜伽，啊你有去印度无？印度冇去啊，哦你印度冇去哦，啊印度这个国家吼，你若讲叫台湾人去吼，大家作者都唔敢喊你去啦，因为伊印象就是讲。卫生作歹啦，作太过浓哦。是，但是吼，我是感觉去这作特殊的所在。我会去一边迄普利兹新闻奖，普利兹新闻奖迄摄影记者著名，捌来台湾展览。是，伊讲伊上爱去的国家就是印度。哦，啊，因为印度多种色彩。哦，人啊，各种颜色、宗教。哦，周遭古迹变化很大，而且它是也是古文明啊，世界第二人口啊，所以我去吼，我感觉最爱看这种国家，因为咱去看就是看无同款的国家，虽然落后，但是它有很多特色在里面呐。所以印度的宗教嘛，真多元的，多元人种，伊印度教、佛教。嗯，也冇回教咧，吼，印度冇回教，上面系特宗教拢有啊。啊，伊个作者，迄古早诶，迄落陵寝吼，你像讲希腊啦、埃及啦，这种诶古文明的所在咧，敢捌去行？埃及要去吼，啊，但是有诶，等下包括阮哥哥啊，咱同学去，等下讲。见仁见智，就是讲哦啊，落后噶叫人唔敢去担心。啊，但是吼，我感觉迄种古迹就是拢超大型的。咱去看作者古迹吼，拢无遐大，但是埃及的古迹就超大型。金字塔啦，吼，最近我拄啊看到电视，因迄个木乃伊在搬厝啊。对啊。哦，发现足壮观呢。啊，拢有咧计划啊，但是从我讲过，咱医生不像其他行业吼，一年。出去两三遍，加四五遍，有安尼就袂歹啊！喏，一年老通出去三四摆，哎呀，你若十年就去三四十国啊咧！啊，古早吼，较早是拢定爱走美国啦，所以美国就占足侪。美国你介绍个啊，日本咧？日本嘛，定爱只要太太都伫日本读过册啊。哦，恁太太伫日本读册，哦，啊，所以伊日语也通，会通啊，啊，所以用那定咧，伫日本佚佗一定是好耍的啦，哦，是，当然是，系啊。啊，中南美洲咧，还是东南亚咧？中南美吼，迄越南嘛去两边啊，几边啦，吼，啊，柬埔寨啊，吴哥窟黑啊，黑龙去过啊，哎，吴哥窟黑真正是足特殊的所在啦。所以你安尼真正世界不只有咧耍，啊，倒来咧，咱家己台湾咧，环岛捌环几摆啊？啊，都
每点一道安尼反倒了，啊，就遐去遐去。譬如说去年年底吼，三四个月来，就经过宜兰去佚佗三遍啊。哦，我看你冇走去台东，有啊。哦，所以你台东、花莲、宜兰，把拢算过咧。有啦，啊，台东嘛是几个月来，就佫走去两遍啊。最近大家较无方便出国，国内就到处跑啊。哦，振兴国内旅游啊，有那是家己会出国呢，都。啊，所以你是一个足爱旅游的啦。欸，啊，你旅游，你有敢有咧翕相？有啊，阮太太特别爱翕相，爱翕相吼。嗯。一个人佮讲哦，伊个秀佮袂歹啊，取景拢哎。啊，翕上来了，佮抛去你网上，嗯，佮大家分享一下安尼。嗯嗯。啊，你敢袂爱食美食？哦，美食我嘛是足够食滴。即咱高雄医师团体些迄落，足侪人佮知拢知影，我特别会挑美食，会美食嘛是有。啊，你莫讲贵啊，我咱的朋友。空中的朋友分享一个高雄市有啥物好食的所在，报几间啊？啊，那传统高炸味当然是迄盐田埔，我都盐田埔人嘛吼。啊，最近就是讲比较精致的美食，大家都得讲啥物米其林，啥物会黑啦吼。啊啊，盐田埔近期有啥物传统？你感觉拢讲恁盐田埔好食的小吃？啊，盐田埔当然有一寡啥物。一般的切糕米三货啊，像咧，迄伫较早叫做光宏戏院边啊，迄吼，遐一个温州诶，温州馄饨迄吼，迄咱阵大学时代到今几十冬啊，到今足出名诶吼。特别怀念要去食迄个温州馄饨吼，我特别都个排队排到呢。哎呦，都个排队哦！啊，以前中昼下暗嘛买，啊，即马变做下晡也买，啊，阮。女儿吼，伫外国特别等来，啊，特别去遐吃啦，所以是啥物街？你唔讲一下。新乐街啦，新乐街哦，系啊，温州馄饨，系，哦，大勇知啊，特别去到摆。我都唔知，你讲唔知？哎呀，你盐田埔阁有啥物？我今日知啊，盐田埔有一间迄落透早食沙白鱼卖。哦，遐吼，遐沙白鱼嘛。诶，老菜啦，老菜。老菜对啦。系，啊，盐田埔阁有啥物好食？有诶啦，我看迄落。电视要报告什么？后一个肉粽外出名，啊什么个阿婆阿兵？哦，阿婆阿兵去外县市的都嘛知影，即马开两三间都因家己亲戚啊，人都开几落间啊。啊，唔错，人拢有那人足济啊，原始迄间吼，吼人上济啦。诶，啊，除了盐田埔，咱大干埔咧。你即马住前金区啊？哎，啊，我以前住迄落南华路新兴市场遐，嗯，大干埔讲有啥物好食啊？古早我会记得万荣戏院遐有一个啥物汕头沙茶火锅，咱读大学的时候迄真出名啦。即马嘛真出名，一个有咧是吼，啥物有咧？你可能咧，即马我有三不时爱食啦，我真正吼，迄人拢叉。好，就等下排队先登记号码，等下排队。啊，你有何路咧？那以前你嘛读高雄二中的嘛，对不？对啊。啊，咱迄阵六合路夜市，我感觉足好。我即马感觉六合路敢那没落了呢。有较没落啦。哦。啊，从我细汉定爱食迄落鲜鱼面，鲜鱼面吼是台南高雄上出名，做够差。啊，但即马从一间真正鲜鱼面吼，较我为。中山路之外，遐一间鲜鱼面，迄、那个我爸上算阿婆啊，一间鲜鱼面，我阁定咧食，啊一寡美国亲戚当来，拢去遐食鲜鱼面啦。啊，迄个阿婆啊，炒甲手吼呐，安尼人我挑骨手呐，人挑骨手嘛，咧弯起啊，对。你讲伫对啊，中山路我入边对，我入边就系咯。系我入边又好，差不多正边无几间，可能是七成市啊，啥物嘢边啊，遐一间好咧。哎，哦，啊，你我倒来找看卖。啊，大米嘿，好像无存高站呢，因为细汉定食遐。你好，我以前有一担大米对啊，今麦阁有无？今麦有啦，但是味道可能比以前较理想啊。啊，但讲这唔知摊啊，六合路遐摊会当啊抗议的未？别啦别啦，从我嘛是住伫附近俩。咱从细汉食较近啦，啊，所以较无存以前遐。我以前我住南河路有够老这个啦，今麦南河路嘛没落了，没落去啊。今麦拢走对喇叭地吼，啊喇叭地拢新社区，伊讲有啥物好食的？喇叭地，喇叭地今麦伫自由路边都有一挂开新的餐厅，拢、哦、算新的啦。他迄种有呾较特别迄种餐饮，迄种西餐吗？啊，
嘿，拢西餐变化啊！通拄啊讲新年区吼，咱台湾人会出名迄牛肉面吼。你看外国亚青成龙啊啥来台湾人爱食牛肉面，但是咱新年区我嘛食过足侪牛肉面，食到几啊间吼。啊，新年区有一间牛肉面吼，伫对，足入味啦，伫对。我都唔知道，新田区有牛肉面。新田，我甚至去遐拄到两遍咱陈其迈市长。哦，伊也做遐只。哦，那都迄阵阿未做市长，搁咧算做地位。啊，即嘛吼。伫什么路？伫什么路？你讲新田区是什么路？一条是有几啊间啊，但是有诶普通啦。哦、啊，迄间吼，啊，即嘛最近我去吼。问头家娘讲啊，咱的陈市长阁有来无？讲伊较无闲，拢外包啦。我包一个，以前我是外带，啊以前啊。安尼哦，诶，人台南人吼，透早就咧食迄啰牛肉汤有无？迄啰现台的牛肉吼，啊烫烫咧。咱高雄就较无时间做啦。较无啊，我顶一站嘛是去。有当去台南佚佗，咱嘛带一暝，啊嘛是去遐食牛肉汤、哦。真正因遐牛肉汤含咱高雄有遐卖牛肉汤无啥共，因遐吼有几间啊，遐吼真正是无南味素，真正牛肉类、哦、啊高雄遐吼有可能味素南要淡嘅，好甜嘅。所以这各地方的小吃吼，讲起来爱旅游的人吼，拢、会去找啦吼，啊找一挂好食的安尼啦吼。啊你这唔就小有当时要甲写出来。啊！当人诶话，迄啰拢咧介绍各地的美食哈、哦，我足侪人爱看呢。啊你除了旅游，哦啊美食，啊你屏东敢熟？屏东哦，无熟啊嘛是最近拢有去啊，拢、有当调工去啊，像迄屏东迄个叫做是图书馆还是啥物货？迄间新的图书馆，嘿，我也去新。真水吗？对啊，迄人嘛是拢。完美去遐拍啊！我女儿吼、是有那网红啦，所以拢等下网红，哎呀，等下台湾伊，等下台湾吼，伊就讲好啊，就做一起啊，翕相去啊，转、哦。哇！啊，你是几个囡啊？一男一女啊。哦，啊，左囝是伫美国，本来两个拢伫美国啊，即马见女儿吼为美国，含伊先生等下主动调等下香港啦。哦，等下调香港做是伫台北啦。啊，查埔伫台北。嘿嘿。啊，你囡仔无做医生啦吼？无咧。哦，安尼对啦，做医生即马已经唔是热门的，伤艰苦啦吼。咱做医生有诶，拢嘛叫囡仔讲唔免做医生，卖做医生，卖做医生。在伊兴趣啦，我是感觉做医生真艰苦。哦，咱后来听这医生伊的即个。平常时安怎在养生，啊，搁伊安怎休闲娱乐哈？讲起来，这旅游起码是国内旅游就行的啦哈，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咱大家要出国较困难哈。啊，其实咱台湾各县市，拢有真侪好食物哈。啊，大家利用这个机会，台湾岛来加减啊行，四界看，啊，甚至啊食好食物。安尼嘛，促进咱台湾的这个经济吼，啊，较袂萧条去啦吼。我想这啊，空中的朋友应该咪感觉真新鲜吼。嘿好，无咱过来听一段音乐，啊，再过来继续。一声你的名
算甘，最亲的人最无用作伴，离愁袂远的才有吃，不知打望的山也惦在遐，写乎你的歌，挂念不敢讲出声，声声句句做你打拼，做你去对梦，梦里袂虚幻，发心袂沉重，打苍做事实在拼，心内较轻松。送乎你的歌，歌词藏水内底加，家庭不忘无灾无的平安无惊吓。也归属你的衫，三人共洗过、晒过、搁晒，真命真命，走后不用也看着不甘。不知打望的山也惦在遐，送乎你的歌，歌词藏水内底加，家庭不忘无灾无的平安无惊吓，也归属你的衫，三人共洗过、晒过、搁晒，真命真命。也后不用也看着不甘，写乎你的歌，歌念不敢讲出声，声声句句做你打拼，做你去对梦，梦里袂虚幻，发心袂沉重，打苍做事实在拼，心内轻松。送乎你的歌，歌词藏水内底加，家庭不忘无灾无的平安无惊吓。属你的衫，三人手点的你饮一口，真命真命，风落过头上看着的光。欢迎各位回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哈，今麦在和咱采访的哈，黄鹏国医师，黄鹏国医师哈是伫咱高雄市开业，真出名的一个肝胆肠胃科的医生啦哈，顶礼拜哈有甲咱讲真侪这个肝胆肠胃科的专业的知识和。要安怎照顾咱的健康哈？这个伊的专业哈，咱即礼拜是来个了解讲做一个医生哈，伊安怎的照顾身体，还是讲伊的休闲哈？这个旅游的这个生活啦哈。你即马天尼斯敢够咧拍？古早是定咧拍啦哈，因为哈。年轻较敖走，但是即个走较无法了，膝盖骨真正磨损啦。哦，咱的同学有一个叫做林荣清，美国回来。哦，对对对，爱拍到即马爱拍，结果吼，伊膝盖骨
开刀开啥，换人工关节啊。所以啊，我即马老实讲，有那所以脚会疼啊，所以人伊较卖激烈运动啊啦吼、啊，所以爬山吼，旧、哦、年都去爬阿郎伊古道，搁爬柴山秘境，发现脚真正足疼诶。哦，咱这脚头乌。站卡袂掉啊！吼，对啦。诶、欸，咱有那七十二岁啊呢。诶、欸，哈，你三十九年出的嘛？三十九年出。对啊，咱两个都同年的啊。欸欸、空中的朋友，这黄鹏国医师是阮的同班同学啦。嗯、啊，阮一班的吼，都起码大家年纪拢较大啊，吼，啊，有的就半退休啊啦，吼，啊，所以就大家较爱佚佗，拢会烧酒吼，一年开一遍啊同学会。啊，都国外嘛，拢招招嘞吼，啊，看要做伙去对佚佗。本来吼，本来咱今年讲要去日本嘞吼，啊，即马疫情的关系，啊，都袂当去。好、哦、啊，阮啊同学会吼，拢阮即个黄鹏国医师在招啦，伊介个带大家去佚佗啦吼。诶、欸，啊你以前伫医师工会，你有做过理监事嘛？做我伫医师工会做理监事，做个二十四当算开业医内底上久诶，做上久诶，热心公益啊，热心公益哦。诶、欸，啊，医师工会大部分是伫服务啥？其实吼，嗯，这都是医师工会，啊，搁有迄另外医协会吼、嗯，医协会拢较专业医学方面吼。哦，医学会就是咱的专业，讲、啊、就是讲。在职进修啦，吼，啊是讲迄落发表论文啦，吼，学术上的啦，学术上的都是医学会在创啦，吼，啊，医师工会就是会员之间的联谊，啊个会员一寡杂事，啊是一寡一般的再教育啦 ，OK， 哦，啊因为吼健保台湾古早无健保嘛，八十四年以后开始有健保，嗯，啊健保的。业务医师也要参加健保的业务、嗯啊、一般一些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开业医的参与、啊、但是健保以来医生的医疗事业都是有那是健保所以、哦、所以您在医师工会来说对这个健保的议题也很关心很关心嘛、啊哦、你做理监事就是要去反映开业医的心声就对了，然后开业医有什么事情或碰到什么事情，帮忙解决，主要是开业医的事情。比如讲医疗纠纷嘞，这医师工会敢有到处理？这吼，就是足重要，就是有当时啊吼，病人一声就要过去的健保局，过去上街的时阵吼，嗯，啊，其实足侪代志会当先解决，所以吼，都爱先。会当为医师工会来调解，大家求的谅解，不要一下子就告到健保局啊。所以医师工会有一个调解委员会，拢有作点啊。医疗纠纷的调解委员会拢有啊。哦，你讲我参加伫内底，啊是讲再教育的部分，诶拢有啦。啊，因为吼，工会内底有分常务三位，啊后来我拢做常务理监事啊，甚至监事长啊，啊所以。包括调解医疗什么事情都会参加在里面啊。Oh. 啊，后来关于医师工会一些去跟国外啊，或去哪里旅游、或交友、或国内一些到其他地方的事，大行拢有那爱。哦、oh. ，所以呢，嘛了未少时间哦。迄、啊、医师工会开会嘛真多呢。啊，这做代志所谓热心公益，就是。多少要牺牲啦、啊嗯啊？因为医生有诶开业诶时间搁长吼，我本来就是讲时间不是说拉得很长、啊、所以说多少要牺牲。然后像我参加全国性的医学会做理监事嘛，是有内科医学会啊、内视镜，有当时都搁去个台北，诶，嘛是诶，常常跑台北。是啦，所以你后来开业，你时间无讲安尼。一日三节啊，一礼拜六天啊，恁拢咧看患者啦。无啊，我有你拢中午有休，嘿，中昼休五六点钟。哦，你都中昼是有休啊，迄、那个时间有当时会去开会啊咧。嘿嘿。哦，所以等于讲嘛是爱播出一寡你家己的时间啊 啊, 啊去互工会，哦来参与一寡公共事务就对啦。诶、欸，除了工会吼、嗯，啊，像讲民间敢有啥物社团，你有参加伫内底？一般有的医生，我看足热心去参加胡伦社啦、狮子会啦，吼、哦，类似这种民间的社团。
你敢无较这方面的参与？这较早拢有咧招啦，啊，但是吼，因迄讲逐礼拜啊，是吼，常常咧食饭。我讲我艺术工会内底吼，食饭这种代志足济啊，较歹势我多，迄落啊，但是吼，关于咱高一校友的代志，我都拢有插足济来足插的，社会代志你嘛拢参与对吼，啊，包括即马一个。高一方面的所谓高一校医师协会，能够也叫我做理事长，我嘛是只有得个打起接任这个代志啊。哦，所以校友会医师协会的对了。高一校友医师协会，佮叫我做理事长啊。顶礼拜嘛，打扮一个去屏东旅游去看萧家古厝啊。哦，带大家去屏东看萧家古厝，古迹啦，嘿啦，家东啦，啊，佮去带人去食迄个。万丹红豆啦，吼！反正我、啊、所以这等于是高一的校友的医生，诶一个联谊的活动的对吧？系啊，啊先说去安尼郊外行行，嘿，大概，所以这就是阮黄本国医师哈，不管阮一班的同学啦，哈，还是阮高一的好友啦，伫高雄市的哈，哦，大家拢做爱拜托伊安尼。带大家去佚佗的就对了，这好，这那阮高一毕业的，大家拢知道，要佚佗都要拜托黄鹏国医师安排啦，吼，伊拢会要带大家安尼去到处安尼去游山玩水，啊，搁先说食好食物嘞，吼，咱最后来问看讲，你安尼医行毕业，啊，做医生安尼嘛，算算的超过四十几年啊嘞。咱六十四年毕业，啊，我在金门做兵啊，金门当医官啊，回来安尼六十六年开始上班啊，到今嘛未少安尼吼，四十几当安尼。啊，你四十几当做医生，啊，要阁做偌久？啊，我本来去年要退休吼。阮太太讲，你退休无代志，加减做。哦。啊，因为吼，你做中间，咱的病人患者。各行各业有诶足好诶，变做咱朋友吼。啊，你看顾变朋友啊。系啊，啊，各行各业，咱也当得到各种的知识尝试啊。嗯。啊，所以半做啊，所以即马时间剩一半。嗯。哦，啊，拜六礼拜啊休困。哦，啊，即马看半日尔是无？无，早是两点钟，爱播个两点钟安尼。安尼尔，一日看四点钟就好啊。所以等于半退休了哈。啊，迄落较早足好的朋友啥，啊，因为有诶患者吼，互咱看久啊吼，伊也足惊咱退休诶，所以较唔甘，所以个拜托你着个服务。对啊，所以做医生，要讲完全退休，有当时也有困难，就是讲哦，你做四十几年啊，总是有一挂病人，互你看足久啊哈。变啊，等于讲变朋友啊啦，老朋友又老朋友。啊，随时若有健康的问题，就要甲你请教哈。啊，是讲唔是伊家己尔咧，伊厝内人啦哈。啊，个因囡啊、孙啊啦，安尼好，咧看两三代。嗯。啊，所以你就是会使啦，安尼一日四点钟，服务一个还好啦，也袂伤忝嘛，吼。啊，你留一点啊时间，家己爱当运动，爱当佚佗，吼。啊，个和朋友相吹，安尼其实是袂歹啦，嘿啦。啊，所以做医生做四十几年啊，你有啥物感想？你感觉，那叫你从头来啦，哈，你会想要个考医养医无？其实做医生是足好的职业啦，哦，啊，只不过吼，即马都是要健保，安尼这种制度吼，用个医生吼，要好啊服务病人以外吼。好像健保有些杂物哈，还有好像对医生的不太信任哈。嗯，健保拢家你秘书当做医生是贼啦，你就家你我本来拍摄讲这句啦，因为哈，我是拢做保守的，比较不会感觉这样。啊，做这医生做到就是安尼哈。嗯，吼，想到这哪行做贼，伊就讲不爱开业。啊，其实哈，服务病人跟病人之间的互动，嗯、啊，只要。你比较有医德，每个行业都医德哈，你去帮忙病人，你会觉得这个职业是非常的好了。嗯，有你有感觉做医生嘛是有伊的成就感的，对啦，有啦有啦，从病人身上也是会得到回馈了。哎呀，所以啊，你我建议你做医生嘛是感觉行这条路不后悔的，对啦哈。哎，有会讲哦，哎。以后若要会当讲，搁对头来，我不爱读医学院啊啦，读这医学院哦出来安尼，
福建保局糟蹋，足唔甘话咧。啊，你安尼做医生内底，你跨过嘅患者内底，敢有啥物，互你感觉到讲吼印象上深嘅啊，会当含大家分享一个嘅故事。病人有啥物款嘅患者，你感觉特别趣味，还是讲特别有意思嘅？要讲特别对几个是有当啊看，但是吼、哦、作者有诶吼、哦，像讲有诶事业做成就诶迄种大头家啦吼、嗯嗯哦啊，然后他们会请去请人去个公司，然后下面作息诶，让我们很大开眼界，了解其他行业很多事情啦。哦、我拄着。有那过来这啦哈，啊有诶较真卡来还价哈，人情味搁作浓诶，哦啊他都特别会感激你，啊你有当时啊伊啦艰苦带，咱拢会尽心帮他安排病人跟我们合作如何，咱都如何安排追踪哈，啊然后他也会很合作，他进行到什么程度拢会当赶回报啦哈，哦啊所以。常常有这类的病人，你感觉真温暖啦哈，真温暖。所以，这黄本国医师讲的，其实一个重点啦，就是讲吼，医病关系啦哈、医生和病人的关系那足好，其实这医疗是一个足温馨的代志哈。一方面，咱个照顾啊，伊得到健康啊，伊有感谢医生，有当时啊变好朋友啊，甚至。嘛会分享伊个事业个成就，啊，互医生嘛感觉，哎、欸，哦，病人身躯顶嘛有一挂咱会当学习无想到个代志，吼、哦、啊，毋是讲哦，病人因为病人百百种哦，有个病人是敢若黄本国医师讲是足成功个事业家，但是有个病人真卡人真善，啊是讲家境嘛无好，但是伊对医生嘛是衷心感谢个是，医生嘛感觉足欢喜个吼。哦啊，会当尽量甲伊安排，甚至住院手术啊了，阁继续追踪治疗。哦啊，病人那含医生会当充分合作啊，大家双方即个医病关系若好，其实吼、哦、做医生是一个安尼感觉讲足有成就感啊，对病人身躯顶得到的回馈吼、哦，感觉足满足啦吼、哦。啊，所以迄个时阵，医生就较无咧计较是毋是。收入好歹啊啦吼，所以这健保制度当然是因为健保局伊也对医生作者行为啊，会干涉还是讲会控制啦吼，所以即马作者医生感觉做医生，加足无注意的就对啦吼，未当完全干那照家己的专业去处理患者的问题啦吼，啊不过脑后的医病关系，其实呢做医生也是一个真好。替人服务的一个专业啦，吼，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啊，哦，对啦，所以我想是，咱这老一辈的医生吼，有的人还会怀念过去无健保的时代，那种的医疗啦，吼。啊，不过时代走到这来啊，吼，这健保制度，我相信是未走回头路啦，哦，啊嘛帮忙到真多，确实过去付不起医药费的慢性病人。长期病患还是严重的病患哈，因为有当时啊医疗费用的负担，那无这个保险实在是负担不起，所以咱的健保嘛是有救到真侪人了哈，所以需要咱的医生和患者大家共同珍惜，啊来维护这个好的医病关系哈，安尼我相信讲台湾也是足侪医生真欢喜会替大家来服务了哈。好，无咱今仔日采访到这吼，啊，多谢黄本国医师吼，连续两礼拜来上咱的节目，啊嘛含大家分享作为一个开业医吼，伊顶礼拜有甲咱讲伊安怎咧照顾病人吼，即礼拜甲咱讲啊，伊家己安怎照顾伊家己的健康，还是讲吼伊的休闲的安排，啊，佮伊对这个医病关系的期待吼，多谢，谢谢，多谢。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Suddenly, I'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Oh, yesterday came suddenl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Why?